作响，那这一个功能才会兴旺，带来你们大家的家庭的和谐。这是王爷再三的吩咐，希望宫里面大家能够好好的去静思一下，到底我们有做到什么错的，希望能够改过。这是王爷的一番苦心，希望大家好好的自己去静思，那自然。